天要带大家去一间好吃的土鸡城，叫做碧瑶山庄。我从它的停车场一路走过来，哦，原来要从这个小巷子，这样不是小巷子啊，山间小路。停好了车子之后，从这边过来，大约走下来要两分钟。我刚才出门前本来想说小土包这样子。就这样，就是沿着这样的小路走。好，欢迎大家收看小玩家 K 的频道。好久没有拍片子了，然后今天难得有出来，就是吃东西，然后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。好了，带一些画面给你们看。从停车场下来之后啊，它就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走，这样子。然后是因为上面就是一个观音庙，所以叫做凌云寺，所以说可以从旁边这个小路下来，有一点点小小的古风。然后这边搭客运是可以到的哦。好，有闲情逸致的各位，看它都还有一些山间小路可以走，哦，山间小路，所以运动完再去凌云山庄吃东西，或者是吃完东西之后再来走，可能，都很适合吧。吃太饱就走不动了。我现在就走进来了，我要看他的今天的现场会不会。漂亮。好，声音超好的。来901号，谢谢。只是做许小姐。我再加三点哦。然后大家都看到那种人山人海的状况，对。我们就乖乖的排队，就是乖乖的排队，然后这根本就在逛老街，老街满满的都是人。到了，我们的位置。到了，我们的位置在户外。阿婆，你坐到妈妈家，家有吗？这个是什么的？白斩。白斩的。葱油的。葱油的也好吃。有这个臭豆腐。有酸。
高丽菜。不脆，再来。这是什么菜？龙须菜。我那就退掉就好了，别忘了去这边。嗯，嫩的，嫩的，有啊，有啊。哎，这个嘞？那个软丝，很好吃。它是加了什么？蒜酥。蒜酥，蒜酥软丝。嗯，都很好吃。是吃，不找味。鸭子妈妈背你。好，终于来到最后的甜点了，我觉得还是要把它录完。我手机快没电了，来吧，这个是他们的甜点。那甜点叫什么？螺丝卷，螺丝卷，应该就是面包，然后上面有那个花生粉，然后有这个类似像炼乳的东西。甜甜酥酥脆脆，就是炸银丝卷，炸东西的那个。好，这是今天的碧瑶山庄，看一下小超，碧瑶山庄餐点心得，全部都好吃。